Synergy 幹細胞激身面膜，英文名 Mascaras， 我哋都叫佢做神級面膜。點解呢？因為佢真係可以一次過做到好多嘢，美白啦、深層保濕啦、激身骨膠原啦、激身幹細胞啦、去細紋、去皺紋啦、修復受損嘅皮膚啦、去黃啦、美白啦、擊退黑色素啦、對抗暗瘡細菌啦、鎮靜啦。推紅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亦都叫佢做 mask for everyone， 咁所有人咧都適合使用嘅。咁而且咧，佢只要短短敷一個鐘咧，嘅效果咧係可以維持到兩至三日。咁或者如果你係有皮膚需要急救啦、打完 laser 啦、爛啦、紅啦、痕啦、敏感啦嗰啲咧，你即刻搽咗咧，亦都會做到即時舒緩嘅效果嘅。如果你肯敷一晚做 sleeping mask 咧，起身之後咧，更加可以即刻 feel 到自己嘅皮膚係變翻 BB 咁幼嫩添。俾大家睇一睇佢嘅質地啦。咁佢呢個咧就係用咗一個真空泵嘅設計嘅，咁樣啦。哎呀，咁啊非常之衛生啦。咁平時夜晚咧，我會用兩泵左右。咁你就喺呢度啦，攞曬兩泵啦，兩至三泵啦，其實。然後咧就輕輕好似搽 cream 咁樣咧。輕輕搽喺面，亦都搽埋喺頸呢啲位置啦，眼咧亦都可以點一啲啦。然後剩餘嘅 mascara 咧，千祈唔好嘥，一定要攞嚟搽手。咁如果你想佢吸收得更加好咧，就一定要用埋呢個工具咯喎，就係呢一個家用眉針。咁你先篤咗先，然後先再搽咧，個面膜咧就會吸收多起碼20或者最高40倍嘅。咁點解佢可以做到咁樣嘅效果呢？主要係因為佢有一個好勁嘅成分，就叫 phytosaccharide。咁佢係海藻提煉嘅，就用海洋生物科技啦。咁咧，佢係可以激發你自己嘅幹細胞分裂多啲。咁幹細胞係咩呢？其實佢係一個修理員，佢係可以修補所有有問題嘅皮膚細胞，包括你嘅疤痕啦、暗瘡印啦，或者係被紫外線破壞咗嘅皮膚啦，或者任何細胞骨膠原啦呢啲。咁所以有咗佢咧，你就可以好放心。就算你之前嘅皮膚係受過乜嘢損害，你只要搽咗佢咧，都會即刻會有一個修復嘅效果。咁另外一個好處咧，就係佢真係深深層保濕啦。咁佢有透明質酸啦，透明質酸咧就可以吸住比佢自己嘅重量1000倍咁多嘅水分，咁咧就形成一個液態嘅薄膜啦，喺你皮膚表面咧就鎖住啲水分。咁再另外一個 key ingredient 咧，就係我哋成日用嘅維他命 B3 啦。咁維他命 B3 係一個全效能嘅成分，佢係可以做到去黃、去除暗瓦，真係好犀利，保濕、美白、鎖水。消炎，即係如果你有暗瘡啦、消炎啦，佢可以幫你。佢仲有一個我好中意嘅成分，就係加拿大柳葉啦。咁加拿大柳葉咧係 FDA 認證咧一種天然嘅類固醇，所以如果你係用緊類固醇，即係多數都係有敏感啦，咁醫生開俾你咧，你就可以用呢個 mask。咁每晚喺有問題嘅位置咧都敷。咁平時咧其實呢個 mask 咧每隔兩至三日敷一次咧就已經好足夠噶啦。咁而且加拿大柳葉咧亦都可以殺死暗瘡細菌啦，亦都可以抗炎啦。咁佢另外有個成分咧，就叫做 oat beta glucan， 咁亦都係咧會令到所有 mask 裏邊嘅成分咧嘅滲透率咧係高好多，而且咧亦都可以增生骨膠原，亦都可以造成一個薄膜膜狀嘅保濕，咁咧就等所有嘅 mask 裏邊嘅精華咧可以封住喺你皮膚裏邊啊。咁佢亦都加咗好多好多成分咧，係抗敏感同埋炎症嘅。例如有一隻成分叫膠質燕麥片啦，仲有紅沫藥醇啦，同埋尿囊素啦。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做抗炎嘅，因為我哋皮膚如果受到紫外線侵害啦，或者內裏係發炎啦，或者有暗瘡細菌滋生而發炎啦，即係呢啲炎症咧都係會令到你嘅皮膚係好唔舒服啦，或者會痕啦，或者起粉刺啊，或者變成暗瘡啊，或者係有人亦都會有長期嘅發炎狀態啦，亦都係好難控制嘅，唔靠食藥或者搽類固醇。咁呢個面膜咧亦都可以幫到你。啊，佢仲有一種成分就係 Manuka Honey 啦，大家可能食得多，但其實咧佢係一個好勁嘅抗氧化劑，同埋一個保濕劑，亦都可以抗菌嘅。基本上咧 ，Synergy 成個 brand 最好嘅嘢咧，係已經放曬喺呢一個 Mascara 神級面膜裏邊噶啦。
佢裏邊咧呢度有50ml啦，我個人咧就大概覺得佢可以用到30次左右。咁你可以每晚使用，亦都可以隔日啦，或者每2至3日用一次。其實我建議咧，你哋係起碼敷一個鐘，最好咧就係過夜。其實你敷完一個鐘咧，已經會即刻 feel 到咧個皮膚係緊緻咗啦。咁你敷完之後咧，只要用清水洗咧，你再摸一摸你嘅皮膚。近距離望一望鏡，你會見到皮膚顏色其實均勻好多啦，而且咧係真係 feel 到裏邊咧係嗰種保濕狀態咧係由底層嗰度補出嚟嘅，咁所以咧係有個所需嘅狀態咧可以維持2至3日，皮膚睇落漲卜卜啲啦，面均勻到好似搽咗粉底咁樣啦，咁就算如果有眼紋呢啲咧，苦紋咧其實都可以即時減淡。